明星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他，明星是为了赚钱，他就是一眼球，像这些照相的，第二次取景头，到平壤里面有不照让照相的地方。前头我来带你。以前是，但是现在我照相是一个仪式。完事儿，我到了那个羊角岛的时候，大哥，比方我刚才看到有个列车员长得特别漂亮，我让要想和他照相，只要他本人愿意。没事，到那儿了啊，还是这一趟。他今天找的这么喜欢，他本人愿意，高兴。看你送的这个羊角岛送他东西的视频，他转过眼，旁边一些小伙伴，感觉好像高兴的。那都老大了，这粉丝，知道吗？那粉丝是黑色的不习惯。挺高的那种，简单的说一句，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，想摆平日本，先把美国摆平。那第一次去的，跟着日本就跟着跑。还真闹出一点具体啊！日本人真的喜欢美国人，还没有办法。第一次，是明显的没有吧？第三天，心里有各种想象。